血全世界就是这么大，就是有五个，一个就30公斤。小心撕开外膜，这巨大茶叶来自云南，是1963年的普洱老龙团，经过60多年自然结成块，全台珍品只有5颗，因为台湾环境潮湿，保存很困难。物以稀为贵嘛，来看看。看看增长一下见闻，这样子浮水印一样，其实它是裸封的，跟钞票一模一样。市场不少仿冒茶叶，业者为了让藏家们选对真茶，耗资300万，用台湾制作钞票的技术来制作茶饼的包装纸。保存好的真正的老的普洱茶才这么贵，市场上说实话很多假的，如果真的入门想买卖的话，还是要非常小心。另外，百年普洱茶膏用茶叶熬成糊状，提炼茶汁注入模具压制成型再烘干。20公斤茶叶只能做出1公斤茶膏，要轮流一直搅拌搅拌搅拌，因为你不搅拌的话会那个焦掉，然后7天7夜不断火，然后舀出来之后还要等它冷却。冷却最后成型。有些如果穴位不通的人，他喝了这个好的茶膏或喝了好的茶，然后你会发现过没几秒钟或过几分钟之后，他会突然感觉舒服了，嘴角上扬。另外还有10几万的茶壶也曝光，业者说高价茶叶就像是可以喝的古董，虽然一克要价1万元，但部分人买来饮用，或是看准收藏市场，期待能增值。 TVB 的新闻，你又成吴婷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